吼，伫咱的人生，吼，后来分享着，咱相信咱的电视，咱拢有看见，对阿爸咧话着，啊吼，伊先生有一个囡仔，啊那咧，这个太太因为两个叫干嘛，吼，啊是无听着咧对话啦，可能也是迄太太看先生无对囡仔意思，所以伊就自己离去啊，这个囡仔无领受，啊这个太太伊就讲，你若再讲讲吼，我就来先听侬。
容易放下了自己的身段，也不懂得呢谦恭。
有理啦。哦，所以咱若对内心去反省，咱家己就安那唔得，咱就会低心下气啦，哈。啊，无名失去原忏悔，那忏悔意义呢？何为忏？哦，忏悔，咱讲就是忏。圣灵在这里去写的，帮咱来听出个咱的心中心本性来忏，啊，才有效哦。你若用假心假意，那生活吼，那如果三间咱老外用，也够讲袂廉耻，因为你假的，若讲你用假的吼，啊，一定就是假，啊，一千就一千金嘛，所以一定爱用真心吼，才有功效啦吼，啊，这个人有一个真灵，有一个假灵，咱看会明白这个假灵吼，而且圣灵在做灵，伊也有一个功效，就是讲有这个福气。是讲，咱来提着咱的智慧点，来三度着咱啥？咱本事中迄种的，三度着咱本事中无的物件，诶，迄个去规范着，做过错，那阿爹呢？去除了哦，忏悔咱过去所做这物件，恢复到咱清净本来的面目啦，吼。首先就是讲，我是为咱本心中吼，啊，这个语言是讲的，在咱起心动念的当下，咱一定要提出的良心忏悔之前悔，不可再犯之意，是为讲放下恶毒，一个心悔。这句话的意思是讲，咱放下外在这个道德啦，是得用修身做法，那是所谓的道德，就是讲咱的内在，那个无良的思想，无正确的思想。比如讲，先了解着贪嗔痴爱定，无正当的念头，统统要放下。忏悔前分改过向善，即个规定只是相反，大讲的话话，这人心真正个啦吼，这是忏悔的真意啦吼，的意义啦。所以忏，何谓忏？你忏悔前天嘛，将人所有。我们不会这种不准去在场开启的因不同意我看会量那个人生在这次的哈会会以后说将必要受不会要求这种不准因为这个现在应断应不同这属于忏悔这是仅仅价值的忏悔的哈那按上天主课一定要带领人主宾忏悔是良知良明，因利我他的灵感。忏悔是大彻大悟，心随个则境界。忏悔是用心是心靠己的境界。忏悔是真修实的入界定慧的平台啦吼。好，看几道是吧？来，各位各位吼。忏悔是良知良明，因利我他的灵感。咱有一个用意用意，那本来是普照的名言，但是咱受到咱伊个无名失去的功德，所以咱这个用意用意呢，变成不低不灵啊。因此，咱透过的忏悔这个力量，把咱过去所念的无名失去，会用个要甲伊除掉啦。咱啊，那会咱个不怕无低，不怕无名，诶，用。低良民的来献献啊，那用低良民啊，用低良民来献献了哈，你就变利我他的民的，因为利我他，就是讲每一个人弄一个平民的角色，这个平民的角色换一个解释，你是讲那每一个人弄一个佛性，阿拉人讲的，你应该富有佛性，多得可以幸福。只是咱当知识，互咱家己的迄个无明知识砍掉呀，所以咱无法度迄个灵觉啊变成灵觉。你说咱透过着忏悔这个力量，互咱家己迄个自信来显现呐。就像咱独立力禅师讲，我有名科一知，久被尘劳封锁，今朝沉寂光身，照片山河万斗啊！吼、哦，是讲咱每
但是咱的起来，和咱的道德啦、乌黑啊、欲望啊、贪婪去封锁、去封闭。今仔日咱有这一点五感真理的实相，大地忽然光明，就是咱回归了，咱的地位起来，哇，我光明起来。太阳不再被迄乌云啊烫着，所以咧六祖坛经讲讲上明下暗，就是讲迄、那个太阳就是讲，迄、那個、太阳本来拢有诶哦。啊，咱现在讲暗个太阳是叫乌云炸，啊乌云炸有需要靠风来吹开，那吹开就变上明暗下变暗暝。啊，就是讲咱个自性就是去予咱即个颠倒乌云叫做贪婪。啊，蒙蔽！啊，咱今仔透过了忏悔这个因呢，才回归。那那个亲像的大地放这个光明，当咱向天明的心就来显现啊，吼。那忏悔呢，吼？忏悔是在这当中先做个澄清的人，吼。因为大体当中叫做佛啊，菩萨的意见，因为佛就是大体当中。所以伊无明白啦，但是咱今仔日就是无明白，所以咱爱忏悔啦。咱有一个共佛共佛的自性哦，所以欲做自悲。当你开悟时阵，哦，相信咱老上过六祖坛经，即个诗文咱拢会通讲。伊讲何以自性本无清净，何以故自性本不生灭，何以自性本自具足，何以自性本无动摇。何以自性人生万法啊？咱的迄个本性，咱的人民的德性，有啥物不一样？咱有一个大体大脑的自性，为啥物啊地方？因咱家己变相，所以咱借着忏悔力量，咱心咱上心咱最高层的境界啦。迄个性就是关系，咱今仔不讲咧关系嘛，咱今仔规身忏悔办的就咧关系。对咱内心有关系，关系，因为你去大体大悟，你才有法度看到家己生出个家己个最高处个境界，见到。咱若无去审视，无可能。迄个境界到底是啥物所在？咱到底是做偌济错误？咱到底是做偌济坏事？这叫做咱个境界。那境界若结了呢？咱若无真真正正去内心。关照，咱无法通去省察着，咱就做不出。所以呢，迄若无内省代替外观啦，咱就无法通看到咱家己的本质到底是啥物所在。那安尼，咱就永远做罪孽的主人。因此，上天非常慈悲，有这个方法来忏悔。所以忏悔，咱会当借着忏悔这个因缘，互咱来代替外观。予咱来转世心地，予咱不免做罪业的主人，安尼感觉感恩，所以非常感恩呐，哦，那么什么安尼是咱就是其实伊是就是感恩上帝，这样咱做伊啦，哦，所以能够千金有水千金换，万里无云万里黑，因为安尼咱照法通照见家己内心的罪恶错，清清楚楚，伊是罪。你是个，你是错。那安尼个境界的所在，咱针对迄个问题，彻底个来观忏悔甲关系，你会个啦吼。那忏悔，忏悔是用心、用心、用心靠伊个经验。因为咱有一个信心，坚信生命新路线，这本来就困住，咱有一个用心。本来自性中就是具足的物件，但是因为咱当认识，咱的自性去予咱的无明，予咱今仔讲就是无明。但是去咱的无明业识，咱们降低去。所以呢，长沙禅师讲：“阿多之人不识真，只为将来认识时，无始劫来生死分，此人换作本来人。”哦，阿多的人能够学到啊，那无识探生命的。心啊，那无了解着心理的实相，哦，无了解身体的心，啥物叫做假？无真真正正了解，咱拢是表象，是
飘上无穿无穿啊，所以客人讲，这位将人面失神啊，那面迄个人讲面假文真啊，面插色胡啊，真理无了解，伊那个失神，当依然那个亲切的主席，每一家那个失神的用词，我欢喜安尼，我无介意安尼，好，你贪嗔痴来斗争那个心。这呢，害咱呢，就道轮回，所以来讲，无死劫人生死本啊，吼、哦，咱安尼，伫这个十八岁年代，生生死死造业轮回不已，咱今日实是当作平分啊，只因换作本来面，七是乌暗嘛，无七嘛，吼、哦，所以无清无澈嘛，所以咱十八岁年代，含伫这六道轮回。因不出这苦海，其他的人是上天慈悲降到了，互咱来听道理，互咱洗涤咱内心的污秽。所以吼，咱不只感谢杰的吼，不只感谢讲吼，咱的迄个讲唐红娘、孙悟空上，咱的前人、目前的各人是前进，各位讲师啊，还非常感恩。他们不断吼，那边去前进，他们不断的前进，他讲历经历不会换嘛。是有许个力量来洗涤我们内心的污名，吼、哦。那无的话呢，咱个无论是钱占优着咱个地位，就变成啊，人在人无心不由己，你无法通通做个家己的主人啊。那呢，你当去是面假为真啊，吼、哦。再来透过个忏悔来转世心地，互咱一个主人来用起嘛，吼、哦。那无那么变，吼，咱个业识要做主啦。因为透过了忏悔这个因缘，我们做一个反省，用心用心，吼、哦，当讲重新啦，清那啥，身口意啦，吼、哦，口意，我们了解咱的心在做啥物嘢，咱的意在做啥物嘢，吼、哦，心在做啥，口在做啥，意在做啥。叫做三恶业啊！咱今嘛呢，透过着忏悔了，咱要把这个三恶业转为三善业。但是咱也无长期以来呢，咱无法通了解，彻底了悟，咱的心在做啥物业，咱的口在做啥物业，咱的意在做啥物业。好，咱透过着忏悔，咱对内心做一个重新修整啊！吼。哦，咱家己看，咱对咱的心爱做啥物？咱这个心不，咱这心不爱做啥呢？咱这心不爱立身行道，咱这心不就是爱去保化因缘，叫做立身行道。那唔通讲父母可能这个本位的心不用伫咧做罪业，所以咱要好好的去行道啊！哦，咱来到有这些呢，有这个。你人生啊，我你人生不容易的吼，所以咱爱好好用咱这个心来去呢吼行道。你看，正好大开普渡的时阵，咱这辛苦才有可能去度化有缘众生呢。从佛法起来吼，去到呢泰国，哦，泰国的弃天神哦，那泰国也带蛮感官吼，弃天神的代言人吼，叫做地藏啊，吼，那个叫做地藏，哎，对，来关。心嘛，啊、所以呢，吼、哦，迄祭天神吼，嘛、哦、是要来爱伊吼，我今呢行功立德呢，伊嘛是要吼，迄、哦、个爱功德，他要伊我去度化所谓的众生，伊要爱功德呢。啊，所以呢，咱去到泰国那国的时阵呢，吼、哦，因为咱去泰国咱老去吼，咱就讲去到江湖，所以咱对曼谷去到四桥吼，啊，四条街。这叫做悲咒啦，吼，应应啦哦。你若开车迈到曼谷吼，按一点钟，所以四点钟是对的。所以呢，当咱去到曼迄个四桥时阵呢，伊哩遐领队呢去安排吼，光派在五分，所以四桥要去五分，按一点钟。啊，而且呢，在中间吼，不会办理到。所以呢，咱就爱搭什么呢？一般呢，咱就四点钟，四点爱到。五点出门，
上班都带产品价，因为咱用到钱到伊的所在带十点，还是点到，我那一天，一天就点三杯的，点后去继续行，二十公百十二点去继续行去舞会，那舞会来的时候呢，咱用面做，哎，自然在讲到你妈妈吼，伫这个条路蛮好的，恁好点后，恁做恁真正无简单，办到的精神真正好棒的。所以讲坐飞机，吼，爱坐飞机的时阵呢，伊在甲学校讲吼，啊，经理经理，学校人讲，学校二的，迄个吼，迄个太太啦吼，迄太太就是迄个气天使，迄讲吼，伊打电话来时阵吼，啊，学校想讲这个是啥物啦，啊，结果呢，伊就甲抱怨伊，哦，这拢是看你太太咧，到今仔日太直接可能问人啊，直接靠咱助理，伊就来讲吼，助理，啊，你吼去有问，你到底是？时阵要倒来吼，那很高干。伊讲，我那十九号、二十号去了倒倒来，那很高干吼。伊讲，安尼吼，我甲你讲，我二十号的有到人啊，你个店哦，你个餐厅老师来哦。吼，伊讲好，好啊好啊，伊是借迄个机器的新一年啊，伊迄个伊就讲伊就啥，祭天神，伊知影现在大开普渡，三朝普渡不是干咱人。连呢，祭天神，他也要积功德，希望你以后为一天，所以呢，就把帮助到。我好啊好啊，迄个我倒来到四桥八竿，就倒来忙工。倒忙工时阵安排去点钟，咱三点半去到六点吼，因为迄道新吼，爱咱下班啊，迄新道新咱下班来点啊，点二十块，我好怕等到忙工的我谈吼，因为是。所以我们一定要准备，咱用的助理吼，就是咱迄个机器吼，伊耳朵呀，迄个另外一个所在，倒去到因家，伊用的点火，倒去到因家发到三点，明天还要上班，吼，我们来讲，你只要放到的精神，怎样都干得，因为伊家这个媳妇立身行道，你呵呵把这姻缘，所以当前写，还有这媳妇的想法，好好。立身行道，吼、哦，唔通甲咱这辛苦去咧做业，吼、哦。那苦咧，苦伫咱的辛苦里哦，靠咱的辛苦哦，但是咱但是啊吼，靠咱公司，所以老师甲你讲，何从靠力，何从靠出，迄个嘴巴爱讲善言的话，遮尔积善的人，遮尔心诚心的，嘴巴嘛要讲一寡是非的话，是讲咱讲八卦啦，吼、哦。讲了吼，听了是负能量的话，哪里的嘴巴有可能变了真济恶言啊？吼！所以呢，咱修道就是爱懂得用言语来鼓励人家，来做好人缘，用咱这个嘴巴好好去跟讲的。比如呢，人讲听不见，地不义，唯有咱人会当拜天宣化。哦，天地普化就是需要咱人。普传，咱人去替天讲道。啊，如果咱用这个气来讲是非，那是安尼是咧做偷调。所以呢，咱伫中大人来讲，咱爱时时反观自照，咱所讲出来话是正能量的话，也是负能量的话。哦，那负能量的话就无好啊。所以咱咧非常的珍惜，所以嘴巴讲出来嘛是好的话，叫做偷调。哦。所以呢，人讲一句啦，讲两言一句三冬暖，二语三人六月寒。哦，白白是一个嘴，你讲一句好话，互人欢喜心，互人讲个鼓励话，互人哦充满希望。啊，你若讲遐负能量个话，互人个在底下做，互人听着吼，哎，伫个人话就感觉讲一句话，就是遐讲个话吼，无好啦，吼、哦。所以呢。小心咱的嘴，你讲的话啦，吼。
有千想法，多人是咱都
我先生病啦，诈骗集团吼就下啊哈，吼就是要安怎对你啊，也咧摕来看我的包包啦，吼、哦，你看，这种侪呢，所以咱要做小心的，科技愈发达吼，咱的用的物件虽然做方便，都卖死啦，因为呢，真正拢就是要对你啊，也咧借钱啊，所以小心防范，要爱人钱啊，都是因为啥贪心因起啦，所以咱就收到咧千万。
我表入的无可不同，日历归之自行无我，这个热忱啊，哈，当黄的油，我看到那直接用同的气了哈，当温畅润是最关键，那你这个地的世界当中，我这个地的世界当中的哈，那很多地归了哈，你以前那个平等的时阵，那个是当主众生。众生的意见当然就是做众生的代志，但是咱今仔日呢，只处上天才慈悲，咱听到的感谢，互咱了解着咱老祖宗的想法，正理正义这个想法，互咱了解咱过去所做有所偏差，吼，咱爱安怎爱来忏悔，咱无咱分上天，老祖互咱听，还是嘛爱忏悔。唱歌的当中，咱来用啥？欢喜心哦，啊，真心哦，来唱歌哦。对咱内心世界的，是真关切。那个是真关切，就是讲实实在在，你无包容，你无去安抚你家己，吼，你内在你做唔到那工作，吼，就是讲真真正正呢，实实在在去审视，对你所做所言，是不是真正？会是会爱忏悔，然后别人来听咱前面讲，一生一生法则当中无后悔，只有忏悔。好、哦，忏悔就啥？忏悔就过去做了不久，无改。所以咱要哪一步一脚印的实践贯彻，好、哦，归格心王一心一意。那个归格心王，就是讲咱哪辈？你有地位，你只有法度来升格着家己的一言一动，互咱人啊，有法通升格着了解着咱家己的脾气毛病、贪嗔痴等等，这物件是是非非，这物件你得爱对你内心家己去升格，就是你有法度去修察的，就是你有迄个地位。那么地位透可能去管教的这物件，吼、哦，就是你有地位啊。所以呢，你只要有法度，你若无地位，你就无法度通修哦。所以老师来讲，归格修哦，你有地位啊，你只要有法度成就修哦的，我就开始做唔得，吼、哦。所以呢，伊去甲咱讲哦，讲爱立心地的，你既然了解，你就爱安怎？保持住迄个德性，就是讲呢，热心，人讲热心又热心，无热心又热心，就是讲，你一定爱保持住迄个德性。哦，那空气员甲咱讲哦，我伫修班道当中呢，咱对着这个德爱非常坚持，袂使去做着啥失德的工课，爱做失德的工课。咱唔想讲，我做失德的工课，那蛮在啊，那你那真心不是苦哦。道术灵通，察而清哦，这就是这个贪鬼哦，糟糕哦。所以呢，人讲你心一定哦，哦，所以呢，你要讲清楚，他讲有德出有灵，有灵出有德，有德出有德，有德出有灵。所以呢，今仔日每一个人，包括我哈，都爱去注重这个德。有德有德啊，德咱本身就有就啊，而且你给咱怎样？微信有一个佛性跟道，那起码这点应该显出来嘛。所以咱团队的生意者不是一个坎坷，那是一个坎坷，他们自己想好就糟糕了哈、哦。那呢，有一个错，请去改的吧。哦，好啊，
伊咧错啊，哦，咱咧较暗号，啊，安尼咱无法当认错啊，咱会认为讲，哎，这个是别人诶对啊，我家己无唔对啊，我家己无过错啊，那安尼你无容易认错，你敢有可能真心改过？无可能啊，因为你咧认为你对啊，你还已经真心改过，哦，你要哪有法当彻彻底底对你家己去改过？你要改过就是大翻身诶。大改变的，哦，你认错，你才有法度去改变的。你无认错，你来改变，你就认为你对啦，嘛是照同安做，嘛是。所以老师就讲，容易认错，真心改革，吼、哦。那修炼就必放下执着，修炼就必放下执着，修就是讲回到本来，回到本来，那家己家变那家己。修炼不贵，那有教。唯一来咯，二娘，人讲伫厝里有厝里人家有家规，各有各法。二娘有二娘规矩，咱有种二娘规矩来咯。咱有阵时吼，用咱家己的无形无识来做呢，咱敢有去修养无义？咱敢有照规矩的地？吼、哦，所以呢，人讲来啊，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放下咱家己爱面子的执着。伊会得过来，我咱就爱用咱个心吼，有迄个梦想执着不能欠定，所以放下固定思想，固定思想是固定印象，旧思想是假想，当然伫旧思想这个不变嘛，啊，咱是假想，叫做执着，吼，啊，有执着诶，有即设定，设定诶，迄个讲啥，固定思想，那安尼你就无法度啦。心上啊，你哩头一看迄个五执五相，迄个有法有面相啊，迄个对立。所以为什么金刚经五相吼来头看五相，即个你若不懂嘛，吼想有啥嘛吼。所以咱头壳来了了讲，大家分享了讲，有我就一心嘛。所以呢，你就是爱家己自我吼，家己修炼的啦吼。你要讲课，无通享受啦吼。修学道当中，咱要开始讲课啦吼。咱要修人未当修的课，吼，咱要修人未当修的课，当然就是安那，爱有智慧啊，爱有忍耐啊，嘛无好可怜。咱若惊一般的社会人个，咱伫咧牺牲方面，伊来看讲啊，我咧做迄，伊无了解。二娘叫做成功立德呢，吼来甲你消业呢，所以呢，音乐正好，无通念想啦吼。修修学当中，咱袂使啊，言尊自用，咱袂使得伊伫过去迄个习性啊，但是讲我伫厝内，吼，迄尤其是咱伫国外，迄生活那些也无同款，吼，较伫个国家，伊个较先进，而且虽然泰国有较落后，不过咱进去。无像咱目前人三十多年前迄个吼，真正足艰苦的吼，哈，新春面的时阵吼，随着大家目前人去泰国，哎，就讲啊，四年啊吼，拢无疫情嘛，拢无出国，伊讲啊，所有道场拢安跑一趟，迄个去到清迈，去到清啊，清迈去到清南，爱德吼，五点钟，迄个呢，迄个阿南吼。安回到一个所在时阵，我们一直那一个办到时阵是天气正，阿德开始用船，为啥用船？因为轮呢车袂用，拢落寒嘛。啊，因为不只是穿鞋啊，也穿鞋，拢爱安那，烫鞋烫起来，烫只脚。啊，即嘛吼，迄年代哦，无通换讲，不只是拢烫鞋烫起来，寒嘞，啊烫只脚，啊臭衫，油漆我问你，等下外面来咧讲来讲，油漆我问你。天道甲人在太无无关，你早咧放到恁遐辛苦啦，从我进去吼，遐拢有大道场啊，哦，加素食啊，无迄个艰难的艰苦。所以呢，伊就是忍辱强吼。为什么呢？忍辱强吼，因为伊在迄个慈心悲念嘛，就是发菩萨这种心嘛，要去度化有情的众生嘛。你亲人吼，嘛咱你即个心吼，叫做内山头难爬就对了。但是呢，因为伊有迄份的慈心悲念，伊度化遐小
众的后发着这过程，这个情形，吼、哦，咱就想讲，啊，咱伫厝内，或者是爱食安怎，咱伫厝内，就是爱困安怎，啊，这过程过去吼，咱的辛苦，人就会感觉安怎，所以即摆就是呢，去爱一个好好做一个调工啦，吼、哦。我想几分钟吼，咱安尼用了了。目标里面五个不妥的，就是讲呢，咱不会目标，哦，我们目标就是讲咱当时间，哦，咱在当时间吼，制定自己的目标，咱一定爱跟里面里面一个啥，那个度化有情的众生呐，哦，啊，度化有情的众生呢，你去都有问题，我去都有问题，都有问题，一定爱五个不妥，哦。无靠不退就是因为你有地位啊，嘛无个时阵呢，你马上就是生生伊个咧吼，退得自信嘛，吼、哦，因为啊呐，引地归真啊，无论咧偌辛苦咧，你同款就是咧度化有究竟的众生，自信无吼，伊个心迄个迄自信咧，那讲个你得讲诚意啦，你若有够自信，你就无迄个吼啊，吼、哦。积极热忱的迄个心嘛，要去感化着迄个友情的兄弟姊妹嘛。伊就无比如讲外口的兄弟姊妹，伊是外面嘛，伊是外脾气，伊是外人啊，无亲。伊的一心就是啥，积极热忱要去度化的。吼，啊那安尼时阵呢，就老实讲，伊的热忱是一千多，我来百多，会去热度啦。吼、哦、吼，后来比如像到一支铁啊，电工互伊伊伊，但是伊个放个火炉，比如一百度、一千度，我若百度，伊个吼袂容易，伊就发到汗，用变成伊个汗。看你去台，我想讲去台用消防车来生，伊已经烂了。伊因为铁啊电工互伊发到转化，就是因为迄个热度。伊意思呢，老师的意思就是讲，利用迄个热忱，伊感化着外口影响的。无论伊是外夫妻，无论伊是外弟弟，无论伊是咧外面嘛，只要你的热忱，互伊，互伊的话，就是讲你迄个激情，互伊话，伊会去感受着，去感动着，伊就会当咧，互伊来感化吼。所以咧，今仔透过了唱会这个音乐咧，真心悔改，来后来去去去，把咱有些世界遐无好的恶因来去除，释怀因缘。然后就爱个提升自我，变切自我，为家己化身初心想法的人出来。哦，咱平常透过有透过这因缘的，咱来感觉伊，咱来把握着咱一世的因缘，好好啊想法的，他袂浪费着咱初心的这因缘嘛，吼。所以呢，咱人是先有感慈悲，往过个忏悔，消完天公庙完天家的人，夫妻。有些是夫妻的人容易时间在准备吧，啊，若排班人排好时间好时间，啊，聪明的人清楚时间的分工，唯有的是地下利用时间，有地位的人利用时间啊，勤工俭学啦，吼，啊，咱这时间吼，好要等我们，听的时间好啊，吼，哎，本来好歹用等我，就是讲，咱这个唱歌班的人中，我讲无对啊，这个。好让你省思，那你在音乐的时阵去省思，那今年当中咱收获有的，所以就是他经常，我来重新跟那一个新人呐，哈，他说呢，今天这个班呢，我多三点，我让大家各个到家，以下哪四个贵点呢？五个公庙应收贵气，那么是谁来下座呢？那么前人不前人各位呢？各位前些，你看哪个老师纠正，这是好看最短看哦。啊，祝各位前些呢，哈、哦，身体健康，花喜充满，道路红展，感恩。大风恭喜。
Thank you.